好，我是美宝，我是 Judy。 大家知道有什么日子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吗？难道是我生日吗？ No No， 是女孩们要大刷屏的日子又到啦。一年一度的周年庆就是要帮美妆品补货的时候吧。我刚刚有看了一下，全部都是经典到不行的保养品，很厉害耶。大家是不是觉得平常这种一般的容量一下子就用完了？我们周年庆还有推出什么巨无霸加大版的容量，最适合你们哦！而且他们号称比免税店还便宜，要跟水货拼了。那我不是不用出国就可以用最划算价买到了吗？那我们赶紧看下去吧。首先我来介绍第一个产品，江江，这个是 Issa 的鎏金水，它已经经历了三代的进化，蝉联四年都是成为亚洲销售的第一名哦。真的，而且我听说它只要敷在粉刺上或者是闷痘都超有感，而且它零酒精、零香精、零酸类，敏弱肌也可以安心使用哦。湿敷小秘诀是将专用化妆棉塞进瓶盖，倒入鎏金水，让化妆棉完全浸湿，一片化妆棉还可以再撕开使用，超省用量的。连续敷三天就能让你的肌肤水嫩透亮，除了稳定肌肤以外，它还可以改善泛红，平衡皮肤的油脂哦。好夸张哦，真的有那么好用吗？进百货公司买这个生日组合，比你飞日本买还划算呢。没有汇差，不用退税，直接让你享受到最划算的价格。周年庆买起来大胆试敷，超划算。接下来换我介绍一个超经典的产品 ，SK-II 青春露。大家应该都知道它的灵魂成分 Pitera 精华，它是酵母发酵过程中精粹而成的产物。用完之后呢，你会发现你的肌肤状况明显少了很多哦。而且是水水的，这质地很好，是不是很清爽？而且你每天早晚在化妆水之后使用，你也会感受到你的脸明显亮很多哦。那是不是重要时刻也可以拿来湿敷啊？当然可以啊，针对干燥粗糙部位加强使用，还可以湿敷下巴痘哦。虽然这样有点伤荷包，所以更要趁周年庆买起来加大版，买起来吧。接下来就是这个，在座的各位大家都有用过吧？我们兰蔻小黑瓶115ml 大容量终于登场啦！而且以前这一款只会出现在周年庆前四天，现在优惠直接拉长了两个礼拜。而且不止这样哦，我们买一还送三，送这个小黑瓶，再送极光水跟千春霜，哎，这三个可是号称三大美肌金三角，简直就是买一送三的大优惠。这真的比免税还超值哎！而且我混合偏油肌使用，也不太会长痘痘，用完皮肤都变超好的。兰蔻独家的微生态科技抗老紧致，会光速的修护肌肤，所以擦完后你看得见透亮，肌肤更 Q 弹哦。噔噔，这是我这次周年庆想要很久的组合，它是厚的重生蜜铁宫廷之莲加量礼盒，哎，这看起来太华丽了吧，傻眼！而且它可是韩国戏剧天后李英爱的最爱哦，它持续用了15年，我也想要拥有它的水煮蛋肌。哎，它的质地非常的轻盈，很清爽又不黏腻，跟一般既定印象中的那种滋润型抗老精华很不一样哎。我原本是想要买给我妈妈的，但专柜的人说全肌零都适用，所以我现在打算自留。哎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再买一盒就好啦。说到爱用品牌，怎么可以少了 Kiehl's？ 被视为保养护肤圣品的 A 醇也加入周庆战场啦。哎，听说 A 醇很厉害耶。一般 A 醇的特性是抚平皱纹跟收敛毛孔，但是呢，因为它的效果有点太强大了，所以呢，偶尔会伴随着敏感脱皮跟泛红的现象哦。Kiehl's 特别研发出低刺激可以放心用的产品，浓度 0.1%， 很适合入门使用哦。哎，那你知道现在流行的早 C 晚 A 是什么吗？当然知道啊，晚 A 就是指在夜间保养的时候加上含有 A 醇的保养品，这样可以让肌肤抗老修护哦。没错没错，每天保养效果看得见。早 C 就是在早上保养的时候加入维他命 C 替肌肤抗氧化，就很适合兰芝推出的橘子水。哎，这罐长得好可爱哦。的确，像我这种重度的3C 使用者，肌肤每天都长时间暴露在这些蓝光底下，一定要帮肌肤补养，不然真的会老得快耶。真的，让我来教你怎么用吧。
脸部清洁后按压3到4次的抛光橘子水于专用化妆棉的横面上，从双颊开始由内而外进行全脸的肌肤抛光。我也想用，周年庆一次入口3罐，好像很划算耶，大家一起买起来吧。以上就是我们推荐给大家2022百货周年庆6款必买巨无霸容量限定商品啦。喜欢台湾女生日常的影片，就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想看什么样的美妆内容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你的每个日常都是台湾女生日常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